关注时装杂志，大家好，我是范冰冰。今天拍的时装的最新一期封面人物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今天苏红姐也到了现场，哇，她好美。然后今天的造型其实非常的特别，是有这个明灵的感觉，然后都是非常非常复古，因为是周年刊，所以用了大红色的唇色，然后代表这个庆典的意思。那整个的妆法跟所有的衣服都是非常的复古，然后让所有的朋友都有这种古典的美的感觉，可以给大家看得到。也希望这一期周年刊的封面所有的朋友会喜欢，谢谢大家。